七百一十亿。你们想要福利吗？现在订阅多少了，夏静怡？我是不是可以刷新我的界面啊？试试。等到福利到1000了之后呢，我就给大家发个福利啊。等一下，我给大家听首歌，这首歌声音好小啊。大家想听什么歌啊？我给你们听首我喜欢听的歌。谢谢宝贝们送的6啊，荷塘月色，不要这样对我好吗？800，还有200啊，大家加油嘛！已经不成样了，我明天得换个流，能怎么办呢？谁的错让一切成灰？你总爱让我深沉一点啊。我们这里是一个深沉的直播间。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，订阅点一下啊，现在有这么多人，但是跟订阅不成比例啊。你说点订阅你们又点不了，吃亏你们也点不了上当。而且我告诉你啊，战旗有一个隐藏 bug， 就是说你点了订阅之后呢，然后在心中就默念一下自己喜欢的一个女明星啊，然后就会出现她的裸照，就包括像杨幂的那个视频都是可以出现的。不信你们可以点一下试一试，真的是一个 bug。 我是一个良心主播，从来不骗人的。说是谁的错让一切
成灰，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，已经难以挽回。你总爱让往事跟随，怕过去白费。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，就要多爱几回。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，这刘海还没有干，你们还不放过要福利的机会？衣服都换两身了，我都跳两遍了。你们刚开始都说我是一个好主播，怎么现在又说我没良心了？虽然我不看弹幕，但是你们一定是这样说的。这首歌听完啊，大家把订阅点到1000的话，我就可以给大家发个大福利了。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，留我独自伤悲。还差多少个？夏静怡还差多少个？数学不好。还差86个。不是还差186个吗？现在914个。想要什么福利告诉我呀，看看我给你们的大福利跟你们要的大福利是不是一个。不然说我给你们的福利之后呢，你们又说那个什么，为什么一说有福利啊就人气上来了。谢谢长哥，长哥这是送我多少大宝剑了。什么？让我看看你们要的福利是什么？啊，我明天一定要把头发弄好，我再直播。所以说啊，你们要看主播，然后还不能看主播的直播间被封了是吧？就是说福利一定要多好。还差多少个点？